去耶。大家好，我是 Yuko， 这是我去宜兰带回来的战利品南洋大豆虫，它身长 10.9 公分，相当巨大，是从一家很厉害的虫店带回来的。这家虫店不但有许多大型的豆虫，还有难得一见的大王花金龟，赶紧来看看我们的介绍吧。这次我去的虫店是在宜兰的罗东市区，叫虫虫底家啦，昆虫生态馆。你看到了吗？虫还是什么？是这个？他说叫幽灵竹节虫。这个那个才是是吗？我刚以为是树枝哎。好大只哦！你要问老板吗？这是他的小宝宝吗？这个在叶子上小小只的哦，对，那是它的小宝宝。哇塞，那它最大可以长到这么大就对了。你看它那种很大都已经成体了，这个还是它的幼虫，它小时候的样子。哇、哦，好酷哦！它在那边，这是澳洲来的是吗？对，是澳洲。哇，剩一两只吧。这个也是吗？这个是秃噜，对，是那个。这个吗？哦。这个叫爸爸买。这个可以买哥哥一台脚踏车的。我喜欢这个。你喜欢这个？好吧，那这个。你喜欢南洋大豆虫啊？欢欢迎，这只是不是有点绿色发的？啊，对。哦，对，南洋大豆虫它身上有绿色。对，好。它的翘翅是绿色。我最喜欢这一只。你最喜欢这只哦？我们跟你爸爸讲好吗？这个是绿绿的啊，对。有一点点。从这只。对，它那个光线。不同种牙种像，但是不同种。嗯，超级短。对啊。嗯，这个如果养的大一点，也会像这样。像成这样。酷。就是全。他生气了吗？你碰他？那个没告诉我比较安静。你说吗？对啊。我的身上就是这只虫。嗯，那像它现在已经成虫，大概还可以活多久？大概30个月。再30个月吗？还是你是说从它羽化出来后大概34个月？从它开始吃东西开始算。嗯，大概三，大概30个月。现在开始，所以它是最近才羽化出来。对，它开始。OK。很酷啊。哇，又头看到眼睛离不开了，爸你危险了。你看那个又头想养的可乐 GG， 这一盒吗？对啊。这个？这个？你喜欢 this 吗？红色的。野生虫就像这样，它会有很多花，因为它在户外。都野生，好好好，就
没有的吗？那野生的话，它是在国外进口的吗？对，我们把它进口的。哦，那这边是它自己饲养的。嗯，好大只呢，酷啊！以收藏家的观点，这个会比较有价值。嗯，因为没有刮伤，比较没有刮伤。去完充电后，我们移动到民宿。说一下我们的房间。对，有。这边是客厅。客厅，沙发舒服吗？舒服。然后我们还有客厅是专业，客厅专业是可以看。哦，那如果呢？旁边呢？哦，我已经在。哦，你老爸已经在。门口有。对。还可以窗户看到什么嘞？看到平原，看到蓝阳溪平原。哦吼！这样跑到什么时候？你们是马里奥卡的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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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，我要大床上了。啊！一起来就听到鸟叫声了，好漂亮哦！那待会也要去什么楼下介绍一下。出发前往太平山。要去看看吗？是不是在卖温泉蛋？他说有带煮服务，也有贩售现煮好的。那我们就买一些，然后在车上等饿的时候可以吃，要不要？你好，我们想要买温泉蛋来试吃吗？好，四个温泉蛋。哥哥也要吗？要不要带一台火车？哦，有火车。对，他们原本要来坐蹦蹦车的，结果昨晚才知道没有开。哦。我那个盖在手臂上刚好一台。这里吗？好，你带蹦蹦车回家了。他说有解说的展示站，我去看看。下集我还要介绍一家在宜兰梅花湖旁的营地。我们在那边住了一晚，定点露营车很有趣，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